名人搜身，苏有朋密谋拍新片 ，K 叔做功课。哎，有朋自远方来搜身，哎，是把家当都带来吗？好像有点吃力呢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。那小时候也在念书啊，把书都带出来了，全家的书都带出来了。带书是有原因的，就是我下一个电影要改编的那个小说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我的。就是笔记啊什么有的没的东西，暂时不能让你看书名。然后会有 pad， 因为现在已经在做那个剧本大纲，所以常常会就是会发，就是会发邮件之类的。但是小鹿斑比的皮套跟它好像有点不搭哎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图案？比较成熟稳重的衫。Yes。是啦，那这毛茸茸的吊饰是？我觉得吊饰就是让那个啊，让那个旧包包复活的好利器。这个是个人家送我的。礼物这样子，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各国的钱币嘛，因为每次出国可能都会剩一些零钱吧，然后我就会习惯就把它存起来。里面有常用的设计感 ？No， 不是这种人。这个比较用不着。他真的是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，他没有老去好吧，他本来就长这样。他今年都在中国发展，常搭飞机两地跑，包包里必备机上小物。口罩就是那个防偷拍利器，有时候在。飞机上很累啊，然后你又不太希望，比方说空姐趁你流口水的时候拍照啊，那就口罩戴一下，墨镜戴一下这样。因为真的太累了，上飞机就，结果马上下飞机，那个微博就有人发出来了，我隔壁的乘客就帮我拍啦，我就这样。然后很丑吗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很优雅吗？有收到恶评吗？没有，我粉丝蛮保护我的，粉丝跑去跟博主说，请你把它撤掉，这样子很不好。苹果与蓝莱，粉丝是真爱了。报道。